南昌，过来看看好。来，给他拿架儿料，对，给他浇一下，秘制的，给他再打一下比较好一点。下去吧，现在涨潮期间，啊，这个脚坑是一个朋友包的，今天给他放家儿料，然后过两天过来爬。那熟了，回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熊，我今天过来爬这个潮底坑啊，这坑不大，应该百来平吧，啊。这个是浙江的一个朋友小李包的坑，啊，昨天过来给他放了一个猪肺在这里面，今天过来给他盘一下，期待收获多多吧，我们就抓紧了，来期待我朋友收获多多吧，来。哇，水给冲干了，这脚坑就是怪，去。刚才在这边玩了一会儿，去打下去的功夫，直接抽干了，赶紧找货，来，哎，这个拿起来，哎，呼呼，刚起来，张哥，呼呼，刚起来就发现一只，给他做，哎，你什么声音？你是什么声音啊？猪的声音，我不知道什么声音。哦，这边，哇！直线货，直线货，看，哇、哦，这不是漂亮吧？给他捉了，直线货可以，这样我存了。那边也有，哇、哦，哇、哦，这边躲着一只，看，张哥，哇、哦，哇、哦，这石头真漂亮，给他捉了。哇、哦，这边也有一只，哇、哦，那螺好多啊！来，哇，你别跑，哇、哦，这种石头蛋这么大的个头最好吃。这螺个头可以的，给它带走吧。来，哎，我从，这什么东西在跳？哎，刚才一只什么货跳了跑了？哦，十几户，上货。哎，哦，上面那怎么在跳？哎，有一条十几户。这边，这个大货，哦，黑雕啊，哇！好久没看到这么大的黑雕了，嘿，来，坐了，不跟你玩了，过来，哎，坐了，不跟你玩了，哎，我，啊，哎，被我摸到了，哎，啊，哎，来，出来，哇，啊，知道，石头底下去了，石头站，可以，哎，这可是上等的下酒菜啊！哎，我怎么又摸到什么东西？嚯，这水浑浊了，十几公斗在底下都看不见了，给他捉了，我得给他摸一下。这石头我必须给他认真一点，有石头蘸，啊，大熊也喜欢吃石头蘸。石头蘸炒韭菜那是没得做。大石头盘一盘，哎呀，不盘对不起大家。哇、哦，小鱼仔好多，看，十几公小的，下去不要。哇、哎哎哦，这里里外外被我扫遍，啊，感觉也没货了。那我们直接看中货吧，海军团再进来了，我们又抓紧跑了。来，这条应该有个四年，应该是有的。这种的一斤200多到300。因为现在进鱼器比较贵，那就赚它300吧，四连。这个差不多120吧，四连120。然后这只黑雕，我好久不见，现在黑雕贵，差不多160左右。啊，加这个章鱼哥，这一只应该就有5连吧，差不多1、2、3、4、40连斤，100多，加起来将近300，反正不亏。这么新鲜的海货，我们直接吃不亏，小李。好了，那我就抓紧回去，给你处理一下，然后冷冻的，过两天给你寄过去，让你尝一下，大泉老家的海货是不是比较好吃？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喜欢大泉的，帮忙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